我要丢了哦，嘿！小声一点嘛，你们到底是在顾店还是在玩啊？哦，这个好棒哦，我喜欢。阿啾生意不好，没有人，很无聊嘛。你们要在店里面玩，要小心啊！这么多瓶瓶罐罐，如果你们打翻了，你们就惨了。而且，这个球是哪里来的啊？小心黑心商品啊！好了，我们知道了。白勇，你在忙什么啊？白勇，白勇，哎呦，他被电动玩具吸住了啦！白勇，妮卡姐姐在叫你啦！妮卡姐姐，你等一下我，我五分钟就好了。只有五分钟哦。真的是走火入魔哎，而且玩电脑不可以靠那么近啦，至少要距离30公分，好远哦。他到底玩多久啦？快一个小时了。对呀，他都霸占电脑，不给我们玩。那怎么行？每30分钟要休息一下。好了好了好了，五分钟到了。怎么那么快啦？妮卡姐姐，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玩具呀？这些我都玩腻了。对呀，我也这么觉得。我决定了，我要去找一些天然又有趣的玩具跟你们玩。去哪里找？去山上找啊。刚刚啊，我去找俄亥妈妈的时候啊，她跟我说，现在的小朋友好可怜哦，都只能打电动玩具，还有玩一些没有生命的塑胶玩具。对呀，她也有跟我说过哦。而且啊，说什么在山上有很多天然的玩具，她有空要做给我玩，可是我一次都没有玩到过。所以她说啊，要找一个她的老朋友。他呢，在五峰乡花园国小竹林分校的泰雅族童玩达人张秋生张主任哦。竹林分校，听这个名字，好像感觉有好多的竹子哦。他是不是做竹枪的？没有那么老套吧？听说他把小时候他玩的一些玩具啊，还有有趣的游戏，融入在学校的特色课程里面。而且简单好制作，又不伤眼睛，又不用花钱，而且还没有毒哦。哇，听起来很棒耶，妮卡姐姐，那你赶快去帮我们看一看吧。那你就等我回来带一些玩具跟你们玩咯。妮卡姐姐出发。您就是妮卡。对，你好，好远的路哦。我刚刚经过一年级的时候啊，我看到只有三个小朋友哎。这是我们学校最大班级，三个人都来了。你说一年级就只有三个人？对。那这样全校是几个人啊？我们目前，全校只有5个班级，二年级没有，那全校小朋友是11个。你说全校只有11个？哇，这样人那么少哦。是啊。那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会废校的危机啊？担心也没有用，这趋势就是这样了。目前，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口外流的很严重，你也知道嘛，原住民都去当都市原住民去了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是普遍的现象，就是少子化。哦，那我今天来做学习做泰雅族的童话，我可不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上课啊？可以啊，可以啊，不过有个条件，你要先转学哦。我已经毕业很久。很多偏远山区小学会面临废校的问题，但在村民、主任与老师们的努力下，花园国小竹林分校得以保留下来。
就让我们好好跟着这个迷你分校的同学和老师们学习一些泰雅族特色课程吧。妮卡现在要上的是泰雅族的族语课程哦，在我身边的同学是，我是五年乙班的吉瓦斯。吉瓦斯你好。你好。所以我们五年级只有一个同学哦。对。好吧，那我现在跟你当同学好不好？好。立。开始进行你的母语课，你的第一课，拉尼马古，拉尼马古，拉尼马古，亲爱的拉尼马古，我的朋友很多，我的朋友很多，对。这堂主语课只有我跟五年级的吉瓦斯同学一起上，感觉很像在上家教课耶。老师可以很直接的纠正你的发音，也可以全面的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并做出适当的调整。我想这是一个互动很良好的学习，不知道同学是怎么认为呢？我今天学了好多泰雅族语耶，我很开心。有可是你一个人上课平常不会很无聊吗？不会啊。不会，可是没有人可以跟你聊天谈心事耶。关系啊。没有关系哦。喂，部首是害羞的吉瓦斯和老师互动良好，似乎也很习惯了一对一的教学哦。换个角度想一想，反正上课就专心上，下课再跟其他年级的同学玩也 OK 哦。走，我们去上音乐课了。真的吗？哎，真的有哎。来，老师你好。你好。我是妮卡，我可以跟你们一起上音乐课吗？可以啊。那你要不要跟小朋友一起练习？好啊，这个好特别哦。这主管琴。这是什么？主管琴。主管琴为什么只有四管呢？它们是什么音阶啊？瑞咪嗦拉。那你弹一小段我听看看，我要学。也是只有四个哎，对呀、啊，这也是雷咪哆啦，对不对？对，雷这是雷，然后咪嗦拉。泰雅族的传统就是雷咪嗦拉这四个音。好，妮卡，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是我们传统的泰雅族乐器。这也是乐器哦。对，你可以看它原来是一些我们日常生活要用的东西，你可以猜得出来吗？这个我知道，这就是捣小米马吉的嘛。对，杵臼。可是这个是木椅吗？这是我们传统泰雅族妇女织布的那个织布箱，因为我们乐器不是很多，那它就用来打节奏这样。这怎么敲啊？就是这样啊。敲敲看。有节奏的妮卡呢，经过刚刚和他们练习之后啊，现在也来现学现卖咯。准备好了没？好，预备，开始。竹林分校的同学会在音乐课程中学习泰雅族的传统乐器，三年级先从学木琴开始，接着每升一个年级就会换一个项目，有机会啊，大家就会聚在一起演奏一首曲目哦。从三年级到六年级，每个人都是乐团的一份子，很有参与感呢。嘿！在屋子要砍竹子啊。哦，这个。等一下就有好玩的喽。好啊。竹子跑棒后，将粗粗的竹节削皮。你猜到用途多多的竹子可以做什么了吗？你有说不知道了。小朋友，我们现在带你们去玩一下你爸爸妈妈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很好玩哦。是什么？是什么？等一下就知道了。好。放左边，不要放中间。就是用它光滑的外表来做滑板啦。很酷吧？只要找到一个斜坡就可以溜喽。
预备，开始。或者在竹子前加一条棉绳，嘿嘿，就可以变身成麋鹿拉的雪橇喽！冲啊，送礼物去喽！你看这边有好多玩具啊！哪里呢？没看到吗？没有啊。好，等一下主任变给你们看。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你们爸爸妈妈小时候这个季节玩的玩具。秋天哦。是秋天。干嘛要拆？这个是我们小孩子玩的弓箭。这个植物有一个特点，它身上都会有一二三四五五个节。所以它的名字叫做五节芒。哎，这一只芒花杆呢，可以做成两支箭哦。来，谁帮我抓着？跟着我转。OK， 好，做一个凹槽啊，做个凹槽，看喽。怎么有橡皮筋？就是自己的手。橡皮圈就是旋，弓的旋，好。箭不是搭上来的吗？嗯。嘿，那边有香料，来发射。哇！我们做一个靶，我们都是玩非常自然的哦。这个就是红心哦，老师先示范一下哦。差一点点哦。第一位选手，请准备，上弓，发射。哇，差一点。第二位选手，哇，三位选手。100分，你看，姐姐加油，加油，预备，来放！啊！只要有五节芒的梗，还有橡皮筋，还有我们的靶巫婆玉叶，我们就可以玩射箭比赛喽！预备，射！哇！啊！你看，是不是大地到处都有玩具啊？是不是？好，来，我们又有新法器了，这也是五节芒，不过呢也有好玩的哦。啊，哇，这就是标枪，这样就好了。标枪，来，咻，插在地上才标准哦。来，一二三，秋冬时节的芒草，从芒花、芒草杆，从头到尾，通通可以拿来当玩具哦。经过主任的巧手，运用想象力与猎人的基因作为发想，当弓箭啊、标枪，咻，样样都很好玩哦。让我也来天马行空的想一想，这芒花还能怎么玩呢？耶，你看，知道为什么我要教你们剪这个吗？老师，因为我也发现一个游戏哦。什么游戏呢？开杯，开始，剪花下草丛。下雪了，下雪了。好，来，主任再带你们去找一种也是很好玩的东西哦。什么东西？啊，来到了，就在这里，抬头。往上看，哪里啊？那棵树叫做大叶石栎，那它结的果子呢？它已经掉到地上，所以我们捡捡看。来，我等一下，等一下，来，捡这种的，这就是它的果子，看清楚没有？有。好，尽量捡，我们再捡回去呢，做一种很好玩的玩具。你们想，哎，你们想得出什么玩具吗？陀螺。啊，好，聪明。下呢，做美劳课来做这个好玩的陀螺。好，开始，再去捡捡看。好，大家来捡喽。材料都齐全了，只要在这个刚刚捡回来的大叶石栎上钻个洞，将削好的竹签插进去，两三下陀螺就完成了耶。太长了，对不对？太长了会不稳，转得不稳怎么办？我们来把它
削掉，削短一点。饼机，哦，咔嚓，哇，来，你的那个太长了，给我。咦，可以哎。好不好玩？好玩。好玩的还不止这个哦，主任这边还有一个法宝，就是噔噔噔噔。那个是有什么好玩的？好玩哦，妮卡，来，你的，先放进去，你转里面转。转。对，转在这里面，转在里面。一二三。哎，我被打出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擂台，陀螺的擂台，擂台。好，我们现在来比比看好不好？好，那一个一个下去，来，好，开会。耶，我的赢了，我的赢了。嗯，我没。好，你的输了。换我啦。玩具最好玩大叶实力跟飞镖，大叶实力飞镖。主任教我们很多知识嘛，还有那个玩具教我们做玩具啊，我觉得很开心，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很有趣。这竹片和好了以后，接下来主任利落的拿起三刀，将和好的竹条边边容易扎走的部分啊，稍微做处理，开始教大家做滚竹圈，接着运用竹子的弹性慢慢弯成圆形，然后用铁丝固定，竹圈就差不多完成啦。转竹圈的竹钩可以直接寻找一体成型大小适中的竹子部位，或者用铁丝凹出前面的钩钩，再固定在较细的竹子里，就大功告成啦。好，我宣布老师小朋友分成四组，那么白线为起点，每一组前面有一个橘红色那个角标为折返点啊，去回再接力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要准备要分四组，对不对？对。好，那我们各就各位，楼高楼高楼高，上，预备，开始。因为人数不多，通常全校会一起上体育课哦。有时候连老师们也会亲自出马，像这样全校总动员，就像是开运动会一样的。看着小朋友们开心的笑容，真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了。今天上的特色课程真是让我获益良多哎，能像从前的泰雅族小朋友一样，在山上冒险寻宝，跟大自然做朋友。玩自己 DIY 的童玩，真是酷毙了！谢谢竹林分校的大家，这样珍贵好玩的文化资产可要继续传承下去才行哦。老大，保佑！大家快来看哦，我带好多玩具哦，而且每个人都有礼物哦。哇，好多声音哦！妮卡姐姐，你的指甲油好漂亮哦！你有发现对不对？仔细看哦，这可是全世界最天然的指甲油哦。诶，这个啊，是花瓣。对啊，你好聪明哦，这个就是这个花瓣做的哦。哇，从来都没有想过这种花可以当指甲油诶，好有趣哦。喂，啊，你们不要一直玩那女生玩的东西好不好？妮卡姐姐，你赶快告诉我这些东西怎么玩呢？好啦，达用这个送你，你呀要像这样子，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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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啊，烫烫的，摩擦生热啊，就是血藤种子的特性。山上的小朋友啊，偶尔会拿来恶作剧一下的。那血藤长在哪里呀？它是一个大型的藤蔓植物哦。春天的时候呢，它会开一串串垂垂的深紫色花朵，
长长扁扁的荚果里面啊，就是这个种子咯。好像黑色的围棋呀、哦。啊！臭白哟，还烫哎！好好玩呢、哦，这个其实冬天搓搓手很保暖耶。哎，那我的礼物呢？哦，领导，这个，我亲手做的大叶实力陀螺，我来示范一次，一手转。嗯，住，像这样子，哇，好好玩哦！咦，那这个两片小小的竹片和这个叶子是我的咯，可是我完全看不出来它要怎么玩耶。这个、啊、叫做叶片竹笛，它呢就是把叶子啊就像三明治一样，把它放在中间，用竹片呢把它夹起来，要夹好哦，然后啊。对着嘴巴，把空气啊吹到中间的叶子，我来示范一次哦。嗯。有声音，好像我会放屁的声音啊！明明就是你啦！森林的玩具啊，有各式各样的玩法哦，而且有机又环保，是不是很棒啊？最重要的是，嘿嘿，最后这个，来，一人一片。这个是干掉的叶子吗？嗯，它也是要拿来吹的吗？不是啦，它呢就是绿竹的竹唾，也就是干掉的笋壳。它呢就是我要来教你们做变装面具创意 DIY。那用其他竹子的竹唾也可以吗？嗯，可以啊，不同的季节你就可以用不同的竹唾，而且啊材料很简单哦。我们要准备橡皮筋、打洞机，还有木炭。不过你也可以用别的颜料上色啦。旁边啊，我们先打个两个洞，最好是打深一点哦，这样才不容易破掉。然后耶，打洞之后呢，我们啊就是要穿橡皮筋啊。你看，就像这样穿，有没有？嗯，这个、啊、就是要挂在耳朵上的哦。最重要的就是你啊，要把喜欢的图案画在上面哦。可是要画什么图案好嘞？我画什么？我要画白雪公主。嗯，好啊好啊好啊，我来画。熊猫哦，眼睛大一点呐，大一点，黑眼圈大一点。不要啦，熊猫本来就大。大家准备好了没？好了。嘎吱嘎吱。